厉害不？这韩文我都懂。这韩文我都懂。一会儿掉线，看看掉不掉吧。希望别掉啊。我上了这个叫什么？我上了这个月轮加速器看一看啊。如果这个不掉，那就是不掉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어두운모든것을밝아벗기지来吧，上单为恩，打个晚豪。哎呀，还是个重印晚豪。조심해。点点滚点点滚点茶眼儿点，这啥意思啊？点点滚，哎呦我操，这人也不用这么猛吧。点闪现加点炎耗血啊，顿加速。虽然我也是双招，但是我们把他杀了，剑圣不知道在哪里啊。哎呀，补个鸡儿啊。剑圣碰赵信，点滚点一点点点点点滚点点滚点走位点点吃药滚点，哦哟，兵有点多呀。八滴，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你们知道现在我怕什么？我怕剑圣。
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 吃了我一层塔皮。 他能升吗？ 滚，差点点一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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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他盾消失再打他。等我们有攻速还就好了，这没有皮还跑得太慢了。 滚点，点一，点，点滚，点。你难不成在里边不吃兵了？啊？ 强点点点，他升了，我吃兵，回家了，你没了，我为啥没了呀？他又没位移，我干啥没了呀？他也没有闪现，他闪现刚用了，这人闪现不要钱。 有就放，有就放，F+16-1，我们才210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打你？因为他没办法从草丛里头直接飞到我身上，明白了吗？ 滚，点，点，有没有感觉我这把的维恩玩的特别的流畅啊？玩的特别的得劲儿。 加盾啊，点，我上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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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闪现，点，点，点，滚，哇，性格可以，还我这个惩戒牛逼了啊！
来吃塔皮。先锋跑过来了，先锋怎么过来的？不知道，他们打着打着可能打着先锋了。先锋跑过来，啪一个惩戒。点，点，点滚，剑圣搁下路呢，所以我们折磨他。该回家了，这把我出盾弓。回家了，十级他八级，我们75刀他37刀，给他折磨的够呛。回家动工，信哥极限逃生啊，满豪没伤害，不是没伤害，你说他这一身破烂子，我都顿空了，他一身破烂子，他上哪跟我打去？那不可能能打得过我，我贴他脸他都打不过我。先加盾，把剑圣一墙上点点。点滚点点，突然之间有点卡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刚才那个 E 出现了点问题，他往右走，可能拉克斯搁右边呢，不太敢去啊。先去吃狗屎看一看。找拉克斯的，他敢从这儿出来，他就死。我们贴墙走，他不一定能看得见我这个位置。没用，那打不动了。谢谢我信哥。他不敢上，没事，打个峡谷。那金克斯杀10个了。哎，他怎么能杀上10个人呢？不可思议呀！
射程比我远，可能会坏菜呀，可能会坏了呀，对吧？这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。破败多少钱？3200，打够3200我们回家。回家。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。不破败去。该换远见改造。那卡莎怎么摆到这个位置了？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哦，金克斯是布甲海。走，往下走一波，这波可能要干起来，我看看怎么办啊。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眼儿。看来是有眼儿。一个人儿吧。骗。我没把剑圣带下来，我把剑圣带下来，剑圣都得死。哎，可以杀拉克斯，看他有没有闪现。有闪现，撤。永恩在上路推，我们在中路推。完了，都把勾着了。锤石闪现 E， 锤石不是勾的，锤石要是勾的，刚才这一波我们又秀了，可恶可恶的锤石。别膨胀啊，我杀10个人我膨胀一波有什么问题吗？不行吗？不允许我膨胀吗？打大龙。
哎呀，我两件吸血装呢，没事，全走。耶，好大。1400。往后把下路一塔推了，没有用啊。有锤石咱就别烧了好吧，他们家这个锤石挺吓人的。往右边扫一下子，别人这都无所谓，这锤石有点吓人。去打小龙，快快快快快，三条龙了。剑圣，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他剑圣，你给我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他敢追我。162的剑圣敢追我，倒地不着急上啊，而且这晚猴可能有闪，小心点。上面能不能给个眼儿？晚豪可能有闪现啊，别着急上。我们这围阴射程太短，那永恩搁下路拆呢。搞痛了。下路他们不走，中路也不走，拆拆拆拆拆中拆中。拆完中我们拆下，你看着吗？即使是青铜的也非常的稳健，他们也不再冲出来干的。哇哦，好走位啊。回家养刀吧，和小 C 双排太青铜，我不打青铜，我们只是暂时的先小玩一下，看看他掉不掉线儿。测试一下掉不掉线，然后我们还是回归的后。锤石挺烦人的，又是这个锤石。
怎么又是你？你又在上路等着我，我爱日你哥！你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野我？还行吧，这梅音是不是还行？是不是有点那种就是辅助过巫资的这种感觉？有没有？有，请把有发在公屏上。